悟性极强。凯哥，我希望你能带回来一个人。他们知道吃自己吗？不知道呢。找到他之后，就把我们的 MG 五克蛋白酸奶送给他作为信物，然后把他带回来。计时5分钟，去吧。倒计时开始，走。多大呀，这个机房有？得把进去几百号人怎么找啊？会不会进去都长这样？技术宅男都长一个样啊？天哪，天哪！呀，这么多人啊！人呀，这么多人啊！There's a girl in the backyard banging on her drum, sitting in a junk pile, laughing at the sun, singing, a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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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 just wanna be a rock star. Singing, a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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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 was born to be a rock star. And maybe they will never fail.都戴眼镜，都戴眼镜，全戴眼镜，我这个实在是不太好意思认。哎呀呀，在捡我们的这个海底，我也去海底，感觉大家好辛苦哦。哇塞，眼镜，我来找一找啊。没有刘海的哥哥，戴眼镜的哥哥，可不可以站起来 say 个 hello？没有刘海，这不有刘海吗？我这个是有刘海的。我是没有刘海。啊，不是同一个人吗？龙龙，嗯，你为什么画头帘在这儿？头帘，你画的是个平头，人家是有刘海的。嗯，说到没有刘海啊？有刘海。你看，这还有一个耳朵不好的，那完了。你是不是猫？我现在喊他，你能听见吗？Baby 姐有刘海，瓜子脸没有刘海，瓜子脸没有刘海。Baby， 你这也太像了。哥哥，你可以看我一眼吗？哥哥。哇，好，换个角度看看你。你觉得这个人画的跟你像吗？我觉得不是你吗？我再找一找，再找一找。戴眼镜，有刘海。来来来，兄弟，看看。哎，你笑一个。哎，有点像啊。就你了，跟我走吧。这个给你，安慕希五克干嘛？我看，是你吧？是不是你？我觉得是你，你跟我走吧。略微有点。我不找了，我就把酸奶送给你。好，你跟我走。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哇，哎，这个还真挺像。就是你，绝对是他，是他吗？这画画的绝对得罪人，我跟你说，已经把后期同学给得罪光了都。哎，真的挺像啊。哟，与其妹妹还补刀，哎呀，真的挺像的。神似。与其那个，我真不好说是还不是。目前说实话，这个还是比较像，比较接近这个画，对吧？你这玩意儿谁一出来，你说实话，你心里难受不？我就采访你，你说实话，你心里难画的，难不难受？没有，你说实话，没有你先别管谁画的，你说实话。真的呀。我觉得弟弟，你不能怪雨琦，拿着这个找到你的，这才是凶手。就是，我没让他找你。期待 baby 那个吧。但我觉得你这个不像，你这不像。为什么？我的头发画错了。画错了。我以为是没刘海，结果是有刘海。没有，他原来有刘海，今天梳上去了，你给他扣下来。有，老师你摁着点，你摁着点，对，好，停吧。你们所有人从找回来的工作人员当中明确一个。啊，只能选一个。那肯定不对了，没刘海。对，那个不对啊。但他说皮肤上也没有什么痘痘是吧？对。
那可能不是你了。妹妹，不是妹妹，你怎么了？雨琦，刚才我看见他正在剪你的片段。回去可能就剪掉了。投票吧，你们听过题的人投票吧，选这位的请举手。投票，我他啊、哦。好，行，那就他了，票了，那就是他了呀。到底是不是这一位粉色衣服的工作人员？答案是。好紧张。到底是不是这一位粉色衣服的工作人员？答案是。我太厉害了，你们有几十个人吧，我这鱼都快刷了。